家酥脆曲奇，超好吃。本节目由趣多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炫迈赞助播出，全新炫迈脆皮冰爆口香糖，上班嚼两粒爽到离谱，职场高手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出手级高手的惠普星十四 Pro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纳什鲜抹采购香，挂耳一出灵感开挂的雀巢金牌黑咖啡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随时随地趣味燃脂的 Pico 四 VR 一体机行业赞助播出。上周的发飙处，快乐影院和日向建筑参与这次要不要项目征集，其实我们一起去可以的，谢谢三，谢谢打招呼。一旦出现实际延误，可能是个非标处理时间节点的事儿，我就不会给任何人面子了。日向那边是今天工作很努力，他们要一个成熟的工作，不需要让人发展。我觉得你半个小时能做到，我就是半小时就能做到。你们自己如果想躺平的话，我们也对不起这里。我们希望在八点钟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咱们给锁定。如果你今天连方向都不锁定的话，我可能去，我们去讨论淘汰机制。哇！人生中有两次令人心动的第一次，那一次是遇见心动的他，一次是遇见心动的 offer。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建筑师记》，超多巧克力味道加酥脆曲奇，超超超好吃！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加油，打工人！上班嚼两粒炫迈脆皮冰棒，持久薄脆酷爽，爽到停不下来。职场高手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出手级高手的惠普星十四 Pro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大师鲜活采购香挂耳一冲灵感开挂的雀巢金牌黑咖啡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随时随地趣味燃脂的 Pico 四 VR 一体机行业赞助播出。我是陈明，首先要来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加油团成员，欢迎张杰杰哥，欢迎加油团的新成员朱云，欢迎气氛担当雪晴。雪晴每次往那一坐，我都感觉你趣多多。趣味多多，我们一直为十强加油打气的小头建筑专家周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飞行成员鹏鹏，鹏鹏欢迎。节目的进程呢已经过半了，实习生们从上一期开始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笼罩他们，朋友都说是第一期看起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上一期是疾风骤雨。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压力呢？因为竞标来了，而且是竞标当中特别鲜明的对标，针锋相对，谁胜谁负，一念之间。那上一期呢没有竞猜环节，所以没有能体现我们加油团的实力，这一期马上就要出现了，我们要用尽我们的全力来再次点亮一座理想之城的建筑，好不好？好的，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段 VCR， 一起来看吧。现在说有一个就是特别打动人的，我觉得当然还没有，你们争取明天推出一个方案吧，有没有可能？协助他，他以后能协助你，然后以后可以替代你。
这个就有点像机器人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俩是能建立人们的一些关怀，人们的一些联系的。开挂了，开挂了，开挂了，开挂了。然后那就是关注它生长，这个其实有点像参观，就是我们会看着自己，比如参观它在测试什么的，就有点像家长看孩子一点长大一样。像你们做东西也是有一个连贯的想象力的，然后农村又能打动别人。你继续想一想。讲故事也就非常重要的，并
环，我就最后坚持就做成一个环儿。我们环不是说是这环的左端有一串房子，右边有一串房子，而是它其实房，它其实还是条形的，就是这样过来，只为了外廊而已。哦，就是这样，就是看看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房啊，还能不能继续，还能不能用？不是已经很委婉了，又点了一步。但是还有两套房子，我把原来的房子没有，我坑是昨天的。啊？我叫在哪拉了？没事，反正我上午没事做。没事做？我也没事做，其实。不会吧？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呀？缺个 leader， 统筹分工对接。不是要求你们非要做两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放弃了这个。老师们觉得还略有些希望。那我没关系啊，我可以跟小王把那个搞一下。前身二叔，这个攀比算了，其实。天哪，天哪！不是，开开拉完了呀。我拉完了，你们说呀？我没有算啊。我看看。哦，你这个和阮总那个浪潮青岛经济中心有一定的相像之处，你要不要看一看？那个都已经建成了，你们能超越他吗？如果能超越他们，我支持你们做这个。完了，实在是难超越这个，那怎么可能超越他们呢？不是，主要是因为那个交叉那环真的跟那个装的太像了，做出来就不像。那就这样吧，五点吧，五点。五点了，你们再想想，好吧？林鹏翔也是个轴人，嗯。不是，我这个黄色在最终的挺像模特的印象。没事，谢谢。然后这个卢老师觉得也 OK， 我觉得我们也继续细化一下。删掉。他这个入口它不明显，他首先，而且它凹进去了。不是，我们现在讨论好像不应该这样讨论，应该做这件事情，应该开做，开做就开始做了。你们三个人先别吵，你们这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就接着说。这是我们发现错了，是你的一个人错了。我怎么这样？这是留给这个黄，还是留给条？我们不要条了，不是？条不是分内吗？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被搅乱了，有没有感觉？对，就各个方案，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但其实我们就是要选一个最好的，我觉得。我们组织了。对，我们肯定要主持嘛。现在如果说两个的话，对，主要是主持。主要还是通过这个。然后我去帮小龙把那个导搞一下。可以。那咱们就是两条线，先把各自的平面先从这边先搞出来，然后再去套形式。OK， 我觉得这个 OK。没事，我们慢慢，我们快点做。慢慢快点做。我们慢慢快点做。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啊。我看，什么情况？这次方案，那个人就方案怎么做？这方案在发展什么？这方案什么逻辑啊？这方案的话，就是人机人，它进行一个串联一个。机器人研发阶段，就是人生的召唤机器人。但是到了完成阶段的时候，这机器人像孩子长大一样，会回来赡养父母。我们的建筑其实功能还是按照条形的一个布局，算一个场地。但是在外界，我们将创造一个环形的一个空间。这个环形和空间之间的说不定，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串接，只是一个意向性的一个。我们的画风就不用很好。就现在没有一个很强的形态来说服人家。然后你这个本身自己的逻辑支撑都不够，但咱放弃这个方案，我觉得太痛苦了。哎，我不喜欢你这个方案，为什么你还要睡啊？疯狂的在做这个呢？因为，就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人的背后故事。但是你的树也依然会形成这样的循环啊，从树根。到树冠形成一个循环，对，就是生态最本质的循环，最本质的循环。
我觉得他比这个成立的多的。我觉得是昨天那个会好一点。我是建议这样，就是你当中一个点儿，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自如本来一般能有东西的，我们最后一块碰一下。咱们就让他做，做完以后看，做完以后就听妈的一人指挥，因为那个交叉输出是影响效率的。行行好，咱们就开个妈的思路，咱不行，你们赶紧弄，赶紧弄。你的树也依然可以形成这样的循环了。小林，你这个，我觉得你半个小时就能做出来。太强了，这个能力。刚才我们调下三千，今晚调三千多，那还能用？三个方向，三个方案，一个树的，还有你刚那个环的，
然后还有这个其实跟昨天那个本质上没有大区别，实际上就这三个方向。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就是三个里面找一个相对更有发展前途的去推进。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停车。救车。救车。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之前是不是就说对你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之前我们放得太低了，是基于你们自身的能力在评价你们的作品，但现在是竞标，是不是我们一下把这个标准拉到一个竞标的水平，你就完全不能达到？哇，这狠的，他第一次这么说话，没什么狠过，没什么狠过。这几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逻辑足以说服，也没有任何一个有竞争力的形态。这个我觉得，哎，行，可以。你觉得这东西拿出去能赢吗？现在其实这样的，就是从一个就是我让你给我吸你啊，不是到底是什么水准？咱们有个客观评价，能不能达到输出的标准？老师吵架也第一次看到啊。因为现在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你大家都不行，不行，咱不交了就行了。不是行不行啊？你觉得？现在因为是这样的，现在你的团队的实习生团队不是一个成熟建筑师团队，所以你只能在这个层面上去讨论这个问题，哪个更具一些发展潜力，然后我们去引导他们去完善嘛。这个肯定是有什么过程的。你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工作几年了，他可能所以拿来也不是很完善，但你这个点点就得拍了。那你不拍就交不了，那我们就拍。我觉得没有在，就是说。你说现在形态征服人吗？空间征服人吗？游戏还非常基本。不是，我现在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你现在关于解决问题，你现在得往推进啊！比如说我说问题没解决，我停在这儿了，要不然你就是，对不起，我这个不投了。不是不投了，该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这个东西，这又拖了一天了，然后成果还是这样。半年咱不下，我两天咱。你别老在这和稀泥了，行吗？我得让你什么标准去要求？因为是这样，我工作有20年，我是一直在做投标的。这个点什么时候出？谁工作投标呢？但是这个比我们在做，你再给他一天晚上，我一天不一定能出来，这么简单。我们有个更极限的时间。时间你得有足够高水平的人在这儿，对不对？是不是？我经常会遇到我比如我拿着大家做方案都不行，那你怎么办？我又不能骂他，我跟自己上头在。现在这情况，我觉得就是找一个方案推进。你这东西拿出去，能落吗？有什么？那就说到题目完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做？就现在就还有2天，我们的策略什么？我们就是再做一晚上，做这个策略嘛。那如果明天早上还没有怎么办？你只能说他提要求，那下就再大家就比如说我们肯定要选一个方向，现在是不是要选一个方向了？看起来两边在自己吵，其实每一边都在针对这6个孩子，软刀子硬刀子挨个扎。这太像家里的爸爸跟妈妈吵架了，你能不能别护妻？你能不能别护这孩子？爸爸说：“我能怎么办呢？他就这水平。”刚才这话太扎了。算了，先吃饭吧。行吧，那你们先去吃饭吧。我们俩去吃饭去，然后咱们找一块儿。调一下空能，调一下，让它行尸落地一点。
所以是不那样，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目的是选一个，确定一个。我们没法选，我们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了。我是被他们选。咱要不先去吃饭，因为咱要等老师的结果。可以可以，还能吃饭，还能吃饭，真是一点不着急。哎，好说吗？天哪！啊，你们没被骂过吗？之前？那是被骂的。已经被骂的。我都不敢放过去看，我是看了电视里他的反射。我在里面趴在桌上。我笑得要死，我都骂我了，骂得要死，我有点无力感，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走。真的。但我觉得挺好的，还是需要就是有点压力。然后你看昨天他们有压力，我们吃过也很快，就是一直欠揍，我跟你讲，就是欠揍就欠揍了。有一个老师骂了我们也挺好的。我给孩子们一顿削，吓我一跳，你刚说的。哦，老师怎么了？不是的，我要是傅老师，真的不是你，这属于就是爹妈打孩子的时候一言不合。对，你这属于唱白脸儿，就让我们这边唱红脸儿。啊，我发现我这个风采了。自己也知道，自己也知道。我感觉我都有点在发抖。瑟瑟发抖。我坐在旁边的我也瑟瑟发抖。哎，老公，老总，哎，马总，我跟您通报一下啊，刚才那个我给徐医生的一顿削，然后傅老师就特别的维护，我错了，然后我们俩跟，没事没事，我错了，就跟爹妈管孩子一天到晚不吃一样，我们俩可能打了一架，我对你每次都是我比较那个，没有理解怪我犯了。两个人在找爷爷，就是跟爷爷在告状。哎，发现了新的科点，磕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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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磕到了，这可不敢磕。赶紧回去吧，老师开完会再骂咱。啊，傅总在啊。我主要是去找你们，想跟你说点结果。猜一下什么结果？重做了？没，现在来不及重做了。现在定了方向了。我们现在就是来振作一下，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现在那个马总已经给我们定好方向了，今天再努力，明天再努力，后天就有交了。年轻，这时间确实没切。我们总共算起来，昨天我们晚上讨论完，到现在就干了2个小时。但我是觉得真正在工作中，我们都是什么两三个图标或两三套施工图一起在团建，没有说是我纯粹一个时间就干纯粹一件事情的，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那你们可能中间穿插了一个大师讲座，又穿插了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在这过程中，你们可能也会提高自己，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必要因素。对。刚才跟马老师沟通了一下，马老师整体看完以后，我们觉得比较有发展前景的是你的那个，就后来做的那个提块，就是在空间上的一个功能处理。我就觉得唯一的就是五个那张图咱们可以是发展，这个就是简单的看它三层让它叠合在一块儿，好像再加点过道，加点空间，然后咱们再加多层多乐，反正基本上比那个要好一点。就咱们这个团队还得定一个负责人。负责人，刚才那个穿插体块是谁搞的？我搞。你搞就先你们。然后我负责。你负责，然后你可以去依据你这边的工作的进度去分配其他任务。你们要习惯形成一个工作团队的一个模式。对，然后你是名义上的需要谁帮忙帮忙，他们可能能力都比较强。可以调动他们。协商。小杨这边能不能还继续承担项目经理的工作？项目经理，对，因为创新跟你们是合作关系的，对。行，那你赶紧动吧，加油，都是你。着急吗？着急，我心里有愧，但是我在那
那会儿，我肯定不敢吃饭。我要看上副工，我心里都贼愧疚。是怎么着急的？到最后呢，林默娘扛了一下。那这次从一开始，很显然他遇到了一些巨大的一个外部性的情志，在具体做的时候，林默娘还是好像跟之前马工的那个方案是不是有些冲突？对，现在用那个糯米公司还呢。他们总有一种就是解题的思路，还是在做卷子。我在猜出这个题的人想考我什么，而不是说我从无到有的去创造一个东西。这其实特别的学生思维跟这种职场思维有一个核心的分界线就在这儿。学生思维总是在找标答，职场中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如果他始终想找标答这个思路不去转变了，后面还得遇到挫折。但是他们这个东西组团是他们这个团队里面唯一一个稍微有点自己个人开创性的东西。而且我原来有一个什么感觉，我觉得北京院这些老师们居然更锐气，就是说哎中式，然后自己的观点，然后就提出来，这些应该是年轻人的特质。老师们都活得像孩子，孩子们就活得在是有点绷着。他们俩刚才一吵起来，我就觉得一下就拉回到一个家庭场景，特别像中间的一些惯有的词，你别老护着他们。这种词特别是举例，就哪个家庭妈妈对爸爸都说过“虎妈猫爸”的这种模式哈。我们这张桌子上好几位父亲。各位父亲的过程当中是严父还是慈父？我好奇。我应该算慈父。你绝对是慈父。你吼过孩子吗？好像有，好像有一批讲，那一下就觉得不认识我了。你这么柔温柔的一面，你还吼人吗？怎么难想象？究竟要真正的时候，还是需要的，不能什么东西能够随他。你怎么吼他？好像。好多就是四个字的，我忘了四个字。这太难了。四个字啊，是要怎样？是要怎样？这叫什么好人呐？是怎样？这叫撒娇啊！声音很大，因为我声音很红，就是声音再大的时候是要怎样啊？也没有好人的感觉吗？这就是撒一个娇，一个小抱怨。对，这就是慈父。人家说过最狠的话，是要怎样啊？你想咋的？而且生活中呢是慈父严父，我闺女还没有到会让我觉得你要吼她的时候。对，她现在还属于就做啥都对吧？像现在就是玩嘛，也没有任何需要考验智商的事。你这种温柔的脾气，她多大你都觉得她做啥都对。女儿怎么下了心吼呢？我觉得她做不到，我觉得还是不能吼。吼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了才去吼，那一刻自己没有克制自己了。哎，你吼的其实是觉得用声音的压制或者自己大的压制去压制他，我觉得不够智慧。一切愤怒都是对无能的恐惧，愤怒最后就是无能，没有办法，所以那最后只能去暴躁来掩盖内心的无能。平时都是很温和的，但是当时你起来时，孩子们还是很害怕的。确实，那胡工和副工那一下，几个孩子噤若寒蝉，都低头了，就是不敢看。职场心理学，说不定吵的就给他们听的呢，但是没起效果呀。今天咱们正好准备了一个牌子，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有前辈在你实习的时候发生了争吵，大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啊？上司或者前辈在面前争吵起来了，你会怎么选呢 ？A. 内心害怕，尬在原地不敢动弹 ；B. 找个借口默默离开 ；C. 打圆场并道歉，都是我的错，你们别吵了。D. 吃瓜。营销课嘛，一个一个课全吃瓜呀！你肯定不能说都是我的错呀、啊，对呀、啊，错没错。C 有点害怕自己，加入到战局了啊！我 C， 你们想怎么样都是我的错。可是何老师、黄老师现在吵起来，你怎么办呢？那都是我的错。如果这个事跟你没关系的话，你突然站出来说都是我的，这句话更具有嘲讽的效果。至少大家不为难，我为难吗？我无所谓。我想不出何老师跟黄磊老师咋吵架，就是点我呢，估计。那真的就是你的错。有一次呢，师傅让我去包粽子，就是要我去买肉，然后呢，我拿了块熟肉回来，然后。何老师在旁边说呢，说，哎呀，别怪他，他不懂，你快来弄。师傅在旁边说，这个熟肉我怎么弄啊？这个熟肉我怎么包粽子呢？这个肉都煮熟了。你应该提示二叔，都是我的错，你们别吵了。傻呀，我不知道啊，没做过菜吗？哎，小童，那要是比如说沈腾、贾玲在你面前爆吵起来了，你怎么办？
吃瓜。大瓜老好吃了。今天没好吃。到底露晕了。哎，看的时候心情很沉重，但是我们聊的依然还是很开心，要看他们怎么样从这种纠缠当中破局，突破人生的莫迪乌斯环。来看下一段VCR。哎，我们先了解一下小林的模型先。
微顾及一点，去看看他们那个发展方向正不正。2点之前，这个模型至少建成，功能挺快。
烧出来吗？你看流水。属于极限压力下的，就是你五天要出一个活，又很紧张，然后又有很多
情绪里面压力。那你还刚才是找两个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哄人的方式，比如说西安就是当面调解，对，就是别让你就别说话了，你别说我来说。对，然后国恩呢，就是跟在外面两个人一起在家聊一聊，你们会更倾向于哪种？我会当面挺身而出，因为我觉得在背后你劝这个不劝那个，你就有失偏颇。那如果 A 组导演跟 B 组导演、动作组导演产生了分歧，怎么办？吃瓜。那你这个问题问的好细，一听就是之前应该是在哪部戏？没有。我是说，因为其实会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这是轮到你演员来讲。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局限在专业上的，其实作为朋友的角度看，他们这个吵架完全问题不大，全部在专业和事儿的范畴内，没有什么情感不合的问题，就是一个幻觉。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也是时间太有限了，咱们别浪费这些情绪，赶紧往前推。对，这边呢，我们也给大家模拟了有可能发生生气的场景，然后想听听看，我现场的各位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哄劝一下啊？过年了，小红到处走亲戚，悄悄的胖了20斤，还被网友拍到，大家要怎么安慰？安慰不了了，这是事实摆在那儿，是安慰不了了，谁说什么都没用了，因为这不是情绪的问题，这是现实。是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就是有一个什么神奇的针头，一个神奇的药，一个神奇的按摩法什么的，能让你3天之内瘦下来。这个我能好好的，这个能好啊，就是这么简单吗？一个什么针让你3天能瘦20斤，你还能觉得好一点？你是会信的，是吗？我当然不会信的呀。但是情绪上会稍微缓和一点，是吧？也不会，这也没用。我后来想想，这个要是带入这个情绪，怎么说都没用。啊，杰哥，你让你怎么会怎么哄？我没有看出来。哦。非常尖利，选择欺骗。我们想，比如说我跟陆鹏的说这句话，我还是觉得我们说的会稍稍有点油，你知道吧？这种说法，结合刚才那种真诚的眼神，加上那种笃定的5个字的语气，没有看出来，他就真没看出来，你就信，你发自内心的想，你也看不出来。然后自己照镜子，他骗我。你的点在于说，杰哥说他没有看出来，可是网友看出来。我原来就是我自己照镜子，那没区别啊。没区别。有一天剧照拍你呢，这是谁啊？你们那个，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张，这张很火呀、啊。你那张图挺厉害的。我真的，你当时以为恶意 P 图吗？哎，鹏哥，要是你怎么安慰小鹏？我给你开个小萌就觉得他性格好就好在，你知道他不会发自内心的那种生很长时间的气。我知道我最生气的点，我知道就是来自于我妈。我妈可能有时候就看我，然后就欲言又止，然后我的工作人员看我这样，也不说话，底下互相就在这块那样就闭眼神，你知道吗？我那个点就是，就一下就比被拍到了这个还要生气。我们实习生的方案已经逐渐成型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紧张的封标和交标的过程，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接下来的几天接受考验的还有两家公司的代教们，不使出浑身解数怎么摘得胜利的旗帜？来了，说一下这边人到好久不见。好久没有。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三联是开过书店，但是好像现在三联书店少了，三联图书馆也少了，然后我们看到的三联都是在一个虚拟化网络平台，那万一所有的建筑都变成一个虚拟的这种的往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我们做实体空间的人可能就像做实体书实体杂志，会不会慢慢消失掉？新媒体或旧媒体没有新旧之别，只有好坏之别，你能不能生存下去不甚至新媒体，你能活下去，你是因为是你是一个好媒体。那么建筑，我想你现在是一样的，好的建筑，好的建筑师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创造出好的这些建筑。那如果技术在发展，让人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有一个真实的空间体验，
那我们建筑师应该干什么？找什么不重要的情况下吧。那我们去想什么东西是无法被替代的，就是你的真实的体验，你去自然中去触摸到那个溪水，去听到那个鸟叫，这些东西其实很难被完全复刻过，因为人的心理本身是相通的，这东西是我觉得就起码这点我相信。我看那个金子和那个小马，它一定是你其实那边呈现什么状态了，我心里都有数。知己知彼吗？这个是那天平图的吴大师做的，你们现在做那建筑就跟这个差不多，看个五分钟找找这感觉。而且你刚刚说你注重材料，然后就是估计的什么方面？对，和这个时候得动。材料什么的考虑。但其实白色我们两个分吧。原来也可以吧，咱们可以稍微走高兴一点的方式去回避一下，指向里面肯定就想到声音控制。咱们上手。咱就是说。怎样啊？电梯是叉，楼梯是斜杠。这边贴上去的是吧？可贴上去了。好的。不是，不一定能起来。可不能说。就是说，还是要不一个好方案为主。我觉得该说的、该介入的，在不同领域上要给他支持。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的特色，上手就行。老师们也是 PK 啊。来，我们接着讨论。我画平面的时候还觉得四个要比六个要顺一点。我最近可能压力太大了，刚吃完午饭嘴又馋了，在这喝酸奶了。光喝酸奶了，给我解馋了。来，试试这个趣多多迷你曲奇，你可以蘸着酸奶试试。这也太可爱太迷你了吧，小小的一个巧克力豆还不少。是啊，你别看它小，浓缩都是精华，酥酥脆脆，巧克力味巨浓郁吧，一口炫一个，甜而不腻。我觉得这种萌萌东西也太没有抵抗力了。成功，请您喝下合作蜜饯。就是你想呈现的那个效果是什么样子？有点冷酷。那我说了，要求两年3000万的限额，我们还是看看咱们的方案跟这个限额是否匹配。最主要的事儿呢，一言难尽。我尽量用那个20分钟，主要注意事项先说一下。图纸侧重点呢，首先你得知道有咱们信息的侧重点。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然后一草、二草、三草，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再往前进推进，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重要。这是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竞标，然后中标了，现在已经在建了。然后第一页做了一个场地分析，用地的这个范围，这几年的变迁，当然对这个来说很重要的。就是项目管理两天就做得很好，你们两个是不是能够很好协同到一块儿？我到时候把平面地面框什么的，我们一起做一下吧。哎，去年的墨线什么时候能好呀？8点。哦，你总能画完了是吧？平面图也画，随时能等等等等这样。这是我工作都已经有好的学习了。应该常来综艺轮向群线变化风景和设计方面，他们产生了很大的价值。二层平面的话，要来看吗？好。
设计说明写好发我一份。我昨天晚上六点睡。嗯那设计说明是谁负责？应该是我。那你什么时候能写好给我？你先判断一下你的工作量，你再告诉我。就是如果我们不按照大家约定的时间，你们得告诉我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每次我来催你们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如果我去执行的话，我一定会把张翰老师的微信置顶。所以说看他的上一个命令行。先说一下啥图，咱们先搞点水说明工作图交给我和罗总。对，那咱分工一下，你这边是合成，我这有分析图、折线、工作块。要不这样吧，那咱俩就先干净了，咱俩改，时间改的话，就可能做了一点，后面咱一个人分一个这种。各位金子，那个橙色椅子那张是那效果图的原图发的，对，我看的有点虚。好，没事，时间了吧？我有点会干，因为现在室内基本上都没批，除了第一张。好，我去用那个。拜拜。那是七个人。谁呀？金子。谁更强势，这个方向就会随着强势的那个人走过去。这个强不要，回去跟那个强不要，这个强不要，这个强不要。我说更强势，一定要有一个我的印记。我自己对你的期待就是，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职业，尝试去理解别人从不同角度给予你的建议。好 ，OK， 我写了。这个抛一下怎么抛的？来，我们看一下啊，看看是要这样抛，对，这样抛。还是你要这样吗？我刚批好了这张图，能不能再选一张，就是有那个光触板的？行，我去找一个角度，我把它批一下，我快速批一下吧。喂，我一会儿跟他们哥去吧，我这样没关系，你们下午休息一下。我上来你看，我看你看，我他说干了，没事，你休息。他又去了，他天才挂这句。好的 ，OK， 那你要是需要什么，跟我说各种东西的。好，拜拜。我们到底啥时候五块呀？室内的图能多的多啊！我在哪儿啊？我能看见在室内哪有图啊？在挂奖的舞台，去我那儿看呗。挂奖，我们看一下室内效果图。哦哦哦。后面可以可以可以，你们这可以。几张最好？三张室内的。我觉得应该好多张是吧？这个看着大感觉还可以。这室内还有吗？只能这样了，就只能这样，没有办法，你就先别急了，来不及了。两秒，还有七分钟，打印的时间好多个小时，我不干净，不干净。5点了，哇！大板在谁那儿呢？这儿呢。妈，我不会打字了。5点了。我和光可以先走，好了之后就直接我们约场面就行了，时间可以紧。你们出发的人该出发了，现在这个交给小马，你现在跟龟龟就收拾你的东西，带走 U 盘。哇，怎么有种我自己坐上车了的感觉？那个心被揪起来很紧张吗？我没有车。这两张图都不见了，这问号意思就是链接已经消失了。是吧？把这张图书找出来，就放桌面上。我想做文创，这个没写，右上角没写正本副本。喂，志言。喂，有几个错了？啊？重新走一把。来不及了，天哪！这边放不放？我不放了。好。没了吧？记得对对对。行了，没事了。过来。怎么办呀？就是我说的那种大场景全没有吗？我是觉得他老围着那个好看的楼梯呢，炫好几张，那有什么意义啊？他可以打 PPT。嗯。可以，就是8点之前，只要我们把 PPT 存到他的 U 盘里就可以了。其
现在你看啊，我看完你这整个东西，我对你的建筑的内部空间没有一个连续性的感觉。你们要注意那个上面不是说只要两张图，是至少两张。我脑子里想象里面应该是八张图。我就觉得你们几个人不都是高手吗？炫几张行不行？我不要求你的建筑效果，我要你把思维连贯起来。哎，我去。还有半个小时，咱们来个快题，一人一张。你现在多了四张这种场景的图，马上就好很多。我一人分三张，我都快死了。那个，一天怎么可以用了这么多的电网？看着大感觉还可以。哇，真牛啊！这个材质好好看。这室内还有吗？我觉得应该好多张纸，超了。他第一期是一个最不卷的人，但是卷不卷根本不看人，你看环境。对不起。怎么才来？你们这要打八份文件要多久吗？再加上胶装。你装订方式和打印店说了吗？说了。啊、嗯，你问了需要多长时间吗？就是两个小时、啊，两个。那你是打算8:58再去送吗？现在传过来那个文本的最后一页了。对。赶紧给那个他们发。这是最后一页，打八套。干嘛呢？这样，我们核对一下。有图标的，然后过来盖章。每页都需要加盖的盖章。还是好看的。我的天，全都要盖章。你那边建筑怎么样？这个机器一万的东西都给我了。可以的，啊。哇哦。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穿上？哎呀，我累死我了！起来吧，放了一个大衣。这个也能拍着吗？来来来来来。啊，原来风哥都这么操作啊！今天下午的心碎时刻是从马老师说：“我不满意的一点是你们俩渲染出数量不够。”这两个章盖在这儿。我试试吧。哎，很好。你说吗？这个是我的一个标准线，还是顺的。好。刚你们稍等一下，那把门关上。不好意思。嗯。你稍微等等。好。细言，对，好的，负面有多少分？负面七分，然后两个 U 盘在那里。可以了，好，谢谢。哎，麻烦你了。图归总是吗？对。好的，要是我收到了，后续流程可以赶紧给您通知你。怎么样？生死时速，真的是生死时速。累啊，都没法累，其实。这个很长，三个小时。那你加个小时，不错了。没有费劲就不错了。我们走了，拜拜。今天不得吃个好的。年轻人还是挺好。哎，他们交往还是很棒的。对。尤其他盖章的时候，肯定是那种，就是内心那种成就感的。你手拿着北京院的章嘛，一页，突然就觉得，我是我的作品，他是获得了一种身份感，一种价值认同感。对，就是你看到他身上的有些不确定性，但是又看到非常美好，又看到他们的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就是自己的
向往刚刚小红说该上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对呀、啊，想先问周老师，这种在建筑行里竞标这个双标是这么紧张的一天吗？是这种心态吗？确实是非常的这个紧张，招标文件是一个极其严苛的，差一秒钟都不行，就真的我碰到过，就是别的都提交了，就一个模型中间运输的时候出了车祸还是什么，完了15分钟废掉，就等于就全废。青春无尽有这种着急的时刻让人铭记，还有一些改变的时刻。我觉得金子在刚才这几张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他身上就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他的那些内核还在，但是他的形还是柔软了起来。我听到刚才比如说他说哥哥这段呢商量着来了已经开始，但是你没发现他转变得特别顺滑吗？对，他有一个情绪释放完了之后，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一个协同者的一个身份了。是，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成长经历也有关系。嗯，我了解他是很小就被妈妈放到异地去自己读书了。对，他所以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没有一个凡事要向长辈负责，或者是听老师的引导的这样一个，因为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跟同龄人。就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你要自己去找到跟你差不多大的人，你们去组成一个协同解决。是的，有的时候是你主导，一定也有的时候是别人主导。我发现他切换的还挺顺滑的，而且代表老师给金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深，说你要在职业前，之前的金子给我留下的感觉是强势，那现在金子开始职业，这种变化很微妙，职业里是包括强势，但他又觉得不仅仅只有强势，他还知道倾听，知道尊重，知道认同，知道统协发展啊，这一步改变，而且他才大二啊，本科二年级啊，他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如果把他内在的艺术创作力跟外部的这种形容、这种情商都同步提升的话，未来不可限量。然后还有一个个体给我留下印象，这就是李冠嘉，渲染图大师，就动不动渲一个，然后大家看着都说得好，然后对他提出的唯一的批评是说少了点。这种批评更像是表扬，但是也是一种压力，他就不得不再多炫几张，挺自豪的。对啊，说什么今天被批评了，今天被骂了，但是哎，是那种的，说你图就少了，今天叫凡尔赛呀，是吧？小可是啊，竞赛就是打仗，那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好职业呀、啊，这个好糊弄我词了，这个。哎呀，福尔摩斯的人，还不单代表你们自己，你们还代表了我们。咱们几个项目的汇报，它都是比较沉稳的。拜托，还是吧，现在哦，福尔摩斯大战，不能落词，没有啥才能，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才能。我喜欢这俩组呀，跟你看一看。开始斗智斗勇是吧？已经开始了。超额巧克力味道加酥脆曲奇，超好吃！本节目由趣多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炫迈赞助播出，全新炫迈脆皮冰棒口香糖，上班加量力，爽到离谱。假装我是李鹏，向你们来贡献，一定要没有，就坐在你的位子上。这你们广播说的最小声了，是吗？哈哈哈哈哈哈！我是这样吗？负面多。他在你这怎么样？凶残，他一定要把对面搞垮。我不管他，我一定要彻底挂你了。去年我都在打听我，但现在我身边都在打听你是不是别人都喜欢你的感觉啊？那也不至于，我觉得你先谈一次再说吧。没问题，我没这个。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视频互动投票，了解更多实习生的有趣职场日常，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和知乎大叔一起热聊节目话题，关注令人心动的 offer 微信视频号，观看更多精彩节目花絮。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微信视频号、知乎、领英职场、Boss 直聘、立立成传媒、网易有道词典、网易云课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1月11日19点，亲自做客斗鱼主播宇宙直播间，六六的新品 offer。令人
人心动的 offer 第四季，每周二、周三20点更新正片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周四中午12点加更版，晚上18点陪你看 offer。这是衍生节目《令人心动的建筑》，不定期掉落，会员专享。周中随机掉落时，一嘉宾惊喜陪看。锁定腾讯视频，每天都有新内容。